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今天呢是2月24号，就是星期日啦。OK， 我们这边是12点50分啦，东方那边已经到中午12点50分啦。感谢赞美主，我们又一天接近要回家了。但是现在呢，可以讲说启示到现在，神启示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祷数了哈。倒数，当然每一天都是一个倒数，但是现在真的很接近要回家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眼睛真的非常糟糕，非常糟糕，但是也是一个祝福了哈，就是表示我们真的要回家了，很紧张哦，我也很紧张，因为我看到很多我在新天新地那一端的屋子里面看到我的厨房也看过了，我的叫做 restroom room 呢，就休息的房间或者是书房也看到了 ，OK， 很多东西就是我的睡房还没有看到。很多地方都看到了，所以感谢赞美主。还有你们当中呢，有些人啊，好多你们的物质我也看到了哈。感谢赞美主，大家要准备，我们真的很紧张要回家了。就是一刹那之间，我们就到了另外一端了哈。好，我现在先读第一华强先来的黎明之粮。那还之前呢，就周我万能神照常出现。其实我眼睛闭起来，我的 right eyes 就是右眼啊，就是看到灵里，看到贝提的门满天空，还有天使满天空，还有一个就是好像在属灵上有很多活动了、啊，现在在一直在流动着，很厉害哦。所以其实我现在也会听到那个。电流的声音。好，我就先读黎明之粮。黎明之粮是在希伯来书第10章26节开始，那就是有些人故意犯罪的哈，故意犯罪的真的是很糟糕了哈，就是会使神很愤怒哈。好，第26节，也是我们常常看到26，因为我们知道了真理以后，26是不是神要警惕我们大家？所以为什么他训练我们呢？以便我们能够脱离，远远的脱离罪，跟主耶稣远远在一起啊！因为我们知道了真理以后，若一狼仍然故意犯罪，这是故意犯罪的哈，你知道是一个罪，但是你又去犯，那就是故意啦，故意得罪神呐、啊，对不对啊？得罪神，得罪人哈，就再没有赎罪祭啦。如果故意犯罪啊，就没有赎罪祭了哈，赎罪祭是主耶稣的宝血了哈。所以第27节，只有可怕的审判跟烧灭敌对者的烈火等候着我们，所以如果这样故意犯罪的话，这个审判是很可怕的，只有等待着这个审判跟烈火在等候着我们了。28，人违犯摩西的律法，经过2-3个人的指证，就是 witness 之后，尚且被毫不留情的处死。如果一个人特故意去犯罪神的话啊，2-3个人证明说他真这个人真的犯罪得罪神了，就会处死刑的哈。29节，更何况人脚踏上帝的儿子轻看那死人圣洁的立业之血，又冒视世人恩典的圣灵呢？这等人该受多么重的惩罚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故意去犯罪的话，我们就是把主耶稣搭在我们的脚下 ，OK， 把他的宝血所立的业，把他看不起，轻看那圣洁的立业之血，而且呢，也轻视圣灵的恩典哈，给我们的恩典，就是看不起上帝，得罪了上帝，真的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哈。那么这个人呢，应该都受到多么重的惩罚啊，对不对？第30节，我们知道上帝说过，深渊在我必报应 ，OK， 所以深渊在神必报应呢。他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不怕神呐 啊神没有眼睛看我们啦，哪里没有眼睛？你还没有做之前的几十年之后要做的事情，他都知道。OK， 有几百几万年之后的事情他都知道，
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躲避神哈。还没有讲那一句话之前，神都知道我们要讲什么了。所以呢，大家就算你躲在哪里，他都知道，他都看到你的头脑在想什么，他都知道你心在怎样的一颗心，他都知道你在心在讲什么，他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这是我经验的神啊！感谢赞美主，我们很开心有这个万能神。你看为什么呢？就算有时候魔鬼撒旦会给我们错误的思想，但是我们很有信心的知道，只要我们做着正 ，OK， 得罪的不得罪神。敬畏神的话，我们不用怕，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里里内内都知道一切哈，所以都不用害怕。只要我们有爱神爱人，有敬畏神，有尊敬神，有啊怎样讲，要过着这个圣洁的生活，那就没错了哈，就不用害怕了哈。但是如果一个人故意去犯罪，知道是罪还去故意的犯的话，那就非常糟糕了，很有可能就是失去这个救恩了啊。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大家继续努力哈。我只是讲一起有一个见证，我想起来很久了，但是我就是没有机会讲，也不是圣灵还没有带领我讲啊，就是在十几二十年前吧，我们在加伯那边哈，有一个领袖名叫他，我们叫他 Capitan Wong， OK 啊，这个领袖是姓黄的， OK， 那他呢？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有自己的生意，咖啡店的生意。然后呢，他是每一个星期日就跟自己的老婆上教会 ，OK， 上教堂 ，OK， 上圣殿。那其他时间呢，每一天做生意做半天之后呢，中午过后呢，他就去找他的小老婆。他很大方的去找他的小老婆。整个我们的市政都知道他做这样的事情 ，OK。那他星期日还去上教会，其他时间去看他的小老婆，小老婆就是他没有结婚的啦，没有结婚的 ，OK。当然不能够结婚，我们马来西亚人只能够结婚一个了哈。那这样做法是非常的错，为什么呢？因为他带给人一个非常错的一个概念，非常错的一个见证，非常违背神的一个见证，那就给那些非基督徒认为说，哦，基督徒还能够这样做啦，他也是一个领袖啊，他是基督徒啊，他又是一个领袖，那他做这些事情啊，又没有牧师啊跟他讲这是错的，没有人跟他讲，就是说他继续每一天做这样的事情，那就带给人家说基督徒跟普通的人还有什么两样啊，没有两样啊，对不对啊？那基督徒其他的基督徒也可以犯这样的罪啊，因为那个Capitan Wong他是领袖啊，他做这样的事情 OK， 那其他的也跟着做，所以是违背了上帝。这种罪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样讲啊，就是如果当时之后他去世之前我不在那边，我不在加伯，我不知道情况是怎样，他去世，我希望他去世之前有悔改。什么是悔改呢？他真正的跟这个这个女的，第二个啊，女的没有这个关系，没有再去找他，没有再跟他有什么关系 OK。那他希望他是清白，以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清白了，要不然我相信一定很肯定的他在地狱里面，不是说莉莉要克死他，不是的，这是圣经讲的一清二楚的哈，知道是罪，明明知道是罪又故意去犯罪，而且带领人家去犯罪，这种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末日时代，就是有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做了啊，所以呢大家也原谅啊，我家中呢，当然我丈夫也换了，差不多还好，没有到很深啊，就一直叫我去把他找回来，那天如果没有把他找回来，那个晚上他就是跟那个女的一起聊，就是一起聊，这是神跟我讲的话，因为他们很早就准备了那一天从早上到晚上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呢上帝一切都看得到，所以他只要我们诚恳跟着主耶稣，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神都有照顾。那我先生呢，现在希望他继续
啊，仰望着主耶稣，继续努力跟随着主耶稣，就有这个救恩啊，跟着我们被提了哈。不是说就有救恩就是被提，被提一定会被提，不，有特别的基督徒，带着信心、爱心与盼望的这些基督徒呢，盼望着被提到新天新地，会相信有新天新地，相信神的国度的这些人才能够过去哈。OK， 那我们大家继续努力好不好？不要故意去犯罪了哈，不要故意去犯罪。那接下来我就读这边灵命治疗，大概就是差不多这样。我再不读里面了，就是他的意思是一样的哈。好，我会接下去，因为我不要太长，等下又不见了。好，大家，我现在就看那个图片了哈。我画的图片里面，今天看，昨天是昨天星期六看到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是肯定我们就是到最后了，要回家了哈。那大家请看那个图片，第二，第一那边哈，有写着四点，旁边有写着四点，下午四点的时候，你知道我女婿去买菜什么回来，因为我现在不能够 shopping 了，我的眼睛的问题不能够出去了哈，好久了，所以呢，他就买回来，我就弄那些肉啊，把它放冰橱里面。那时候我在我前面那边有一盒的那个鸡翅膀，鸡翅膀，然后四点的时候，我在弄东西，然后他好像有一个人在这样大一声，很大声，就是很大声了，就在我前面。然后我转过去看时间是四点，刚刚好四点。然后再过一阵子，又旁边又两个声音 ，OK， 旁边两个声音，那就是四点零一分 ，OK， 四零一，四跟四零一。那四呢，就是我们昨前天看到的意象，那个时钟到三点半的时候，就是回家的时候，三点半四点那边就是要回家的时候啦。大概那个三点半很有可能是我们 Fairyton 这边，大概东方那边会到四点啊，四点就是我刚才看的四点，四点呢也是在11月29号在 clinic 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时钟是 orange color 橙色的，非常清楚，非常非常清楚，还写着12345612，所以是指着四 ，OK， 是指着四，那很有可能东方那边要到3月1号啊，要到3月1号，所以大家继续努力。啊，接下来第二个图片呢，就是看到好像大家看一下，就好像我画了有两个蓝色的这个瓦塞，下面呢是灰色，灰色好像我放什么颜色，灰色的，就是说大概是星期一有瓦塞，星期二、星期三都有，但是呢很多星期三第二天就是星期四了。啊，对不对？但是很有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听，我们就走了哈。所以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呢，第三个图片就另外一个，它的箭头没有圆圈，箭头红色的就直接过去。那神我听到神跟我讲说，那就是被提的时候了，那就是被提的时候。好，接下来第四个图片那边，我差不多是这样哈，一边。是白色，一边是暗黑色，暗暗的哈，暗的大概是，他是讲是写着 K 十一，然后一画，然后二 K 呢，给我想起什么 K 呢？就是马来文，马来西亚的语言叫做 Khamis， 就是星期四，十一就是背题 ，OK， 代表背题。那二呢？二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根据我到我的头脑就是说。新天新地也好，就是天堂和heaven and earth， 就是天堂跟地上哈，也可以讲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天上跟地上 ，OK， 天上，当然我们从这个地上要到天上哈，到天国就是天上了啊。接下来第五那边是这样，我先看到16 ，OK， 先看到16，然后中间呢就一条线这样画下来 ，OK， 画下来，那是什么意思呢 ？OK， 如果没错的话，就是说啊，上一次不是一直看到16吗？但是今天昨天看到16中间一条线画下来，然后下来就是分隔了，
要分隔了，就是被提了，分隔了。OK， 留下来这人就留下来，上去这人就上去了哈。那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我所知道呢，就是六天里面已经一天过了 ，OK， 分隔了，要分隔了。那一呢，可以代表说被提的一天，也是我看之前看到十一月一日 ，OK， 十一月一日，或者是 one finishing， 就是一，然后完成了 ，OK， 完成了，就是一天过后就完成了。我可以讲说现在只剩下大概五天吧，五天，我们这边讲五天了哈，所以大家继续努力。还有一个，我在回去的时候听到声音，就是很清楚的听到声音，真的听到声音，不是脑海中出来的，不是真的听到声音，说父神在天国，父神在天国，父神在天国等候着我们哈。OK， 接下来第六那边我就看到，先看到屋顶。好像屋顶这样哈，然后慢慢就看到这个橙色一片在那边，给我聪明智慧，就是说我们的屋顶上呢已经有这一块布，这块布是来包我们的身体上去的哈，因为我之前已经讲过了，根据我所知道，从来没有人讲过有一块布来包我们的身体上去，但是我就是每一次都是看到一样的哈，一样的有一块布，就是圣灵的一块布把我们包起来，它的力量拉带我们上去哈，它是 orange color 橙色的。所以已经在屋顶上了哈，在屋顶上等候了啊。OK， 第七那边我就其实我就突然间在我的眼前很亮，就好像手提电话这样哈。当上面很亮，下面有一点也是会亮，但是有没有那么亮，但再下去就是什么呢？有一点暗啊，再下去就是青色。青色，大家都知道那个包包呢，底端是青色，对不对？包包的底端是青色，我看到的是 iPhone 底端也是青色，然后一样的青色，很深的青色了啊。接下来我就看到一个字 ，OK， 这个字呢是放下去的放 ，OK， 放下去的放，然后之后呢，它又在中间把它一条线下来 ，OK， 割下来。割下来也就是说要分隔了 ，OK。如果翻的话，left side 那边是翻就是四方形，也就是公平 ，OK， fair and square 是四画。另外一边呢也是四画 ，OK， 全部是八画，八画就是新的开始，对不对？如果我们再想起八画的话，大家都很清楚哈。星期三就是20号。20号那天开始算起，大家知道20也是我们之前看到的意象 ，OK？ 但是20号也是在上一次我画了，已经在6的部位 ，OK？ 20就是星期三的话啊，如果我大概是我们这边吧 ，OK？ 因为20也是没有，东方那边19、20这样，好不要紧，就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我们已经过了这四天了。现在我们进入星期日了，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这四天的等待，那到星期四东方那边要到星期五，大概 OK， 就是也是就是可以说剩下四天了，就我相信这一次真的 final 了哈，真的哈，因为看到的意象都不是以前看过了哈，但是有些有看过，但是现在又在神解释给我们 OK， 很详细的跟我们讲哈。好，那接下来我还之前看到的意象有没有看到没有，等一下再讲。好接下来是摆字啊，放是用摆字的，这些都是摆的字哈，就是被提的都是用摆色的字哈，摆字写用摆色的笔写的字。好，第九那边呢就看到27，不是说很大像放这样，没有。也是比较小一点，是写着27。那27什么意思呢？后来给我聪明智慧，就是2月27号就是星期三，对不对？2月27号就是星期三，也是希伯来的日历 ，OK， 以色列人的日历呢，就是星期三就是22号 ，OK。所以之前看到的意象有22，Tuesday 是星期二，然后七，之后呢也有看到意象是2227。那这边是给我暗示说 Tuesday 就是二，二就是用
Tuesday 就是这数字是二 ，OK， 所以啊，二十二号的话是以色列人的日历是星期三，好，就是那个星期。好啊，然后哦，对，二十七就是我们用的日历，二十七号是星期三，那以色列人的日历星期三就是二十二号，所以我看到2227哈，所以今天看到27，那我们再做一点功课好不好啊？那大家都知道星期三也是代表一 ，OK， 代表一，这是看到的意象，代表一呢就是完成了哈 ，one finishing， 然后昨天吧，过了半夜，哇塞，之前就看到主耶稣的手指着五，然后四，然后三，当然接下去是210啦，对不对？就是一个导数了哈。所以感谢赞美主。好，我就接下去是什么呢？我就看到这个字是没有这一个字的 ，OK 啊，是没有这一个字，但是呢。神给我看到这个字怎样写，就是我不知道怎样读那个啊，就是三画，然后好像一个已经的已哈、啊。好，那我就之后呢，他又再写一次啊，记住是出现，然后第二次是写他的手去写的哈，但是他写画三画，第十了没？画三画，然后这边又一画勾下来哈。那是四画了，全部四画没有，全部这个字是六画 ，OK， 左右是六画，但是只看到他画四画，意思讲两天过去了啊、哦，因为星期五六画的话是星期五、星期六了啊、哦，星期五、星期六过去了，剩下四天了啊、哦，所以那我们去了解这个字是什么呢？这个三条这。我也忘记是怎样读这个啊、就是它的意思是 step 就是一个步骤 ，OK， 一个步骤。然后几就是已经就是已经了哈，就是然后也它的意思也是停止了，也是 then 也是 afterwards，OK、okay?。那把它这样来了解，圣灵来带领我们的话，就是说这个步骤 step to stop then， 就是这个步骤就是要停止的步骤了。这个步骤就是要停止的步骤了哈 ，OK， 感谢赞美主。接下来，其实第十一那边是比较迟才看到，上面那边先看到，倒是不要紧，我们就这样接下去哈。是这样的，我先看到了这个字交 ，OK， 交换下来交 ，OK。啊，这个字，然后呢，这个字就不见了，神就以他的手来画这个字 ，OK， 画这个胶，但是缺乏了一画 ，OK， 缺乏了一画，给我聪明智慧，就是说没有画的一画是已经过去了，还剩下五天五画了哈，五画到背体 ，OK， 胶 ，OK， 胶的意思也是说 to hand over to deliver。去交上去，把我们带上去了 ，OK， 把我们带上去，交上去，交啊、回去阿巴父那边。还有上面是一个六，然后下面一个一画啊，如果整个字是下面是一个叉，这样是 to govern 去管制 ，OK， 六呢就是代表人了哈，人 ，OK， 六就代表人。好，就是说一天已经过，剩下五天了。当然，这个是已经半天过去了。我们可以讲说剩下五天了哈。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呢？可以讲星期四，不知道是早上还是下午，就是讲说四五天了哈。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就怎样啊？其次呢，是上面那边先讲才到这个，要不然我等下再回来啊，等下再回来十二好不好？因为上面那边连下来的。好，接下来再到上面十三那边是这样，这是比较早看到的意象，但是我知道的觉得后来才写下去，就是看到七之后呢，就看到 sun 三就是星期日，就是星期日是用七这个数字来代表哈。OK， 如果看到六就是星期六，看到七就是星期日，但是也不是说全部的六就是星期六了哈。好，接下来，
十四那边就看到两个汤匙，两个刀，切肉的刀 ，OK， 小刀在桌上，你煮好的肉把它切了，西方人用的哈，咱们这边很常用 ，OK， 这个小刀 ，OK， 就看到两个了哈，意思讲四天了哦。好，接下来呢，就单单看到一个叉，这个叉就是那叉肉的那个叉，在桌上用的那个叉，这个叉呢给我看得很清楚，叫我看四个牙齿 ，OK。14有四个牙齿了啊 ，OK， 接下来我有看到什么呢？啊，记得吗？前两三天有看到主耶稣的脚 ，OK， 好几天了 ，OK， 四天看到主耶稣的脚在一个垃圾桶的旁边 ，OK， 垃圾桶的旁边。那今天看到也是垃圾桶，是比较小的垃圾桶 ，OK， 在屋子里面放的垃圾桶。那这个垃圾桶小的。看到主耶稣的手或者是圣灵的手啊，就去这个垃圾桶是开着的，他就去垃圾桶里面拿一张纸，其实这个纸是折起来，已经折的是长方形的，这样拿起来 ，OK， 从那里面撕起来拿起来。那给我聪明智慧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一群人哈，就给人家看不好的是好像。啊，好像不中用的这些人哈，已经可以丢垃圾桶的那一种人哈。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圣灵呢，就是偏偏去垃圾桶那边把我们这些人借上来 ，OK， 借来我们，然后他自己本身在训练我们，每一天给我们看一下，每一天准备我们。为什么这么辛苦准备我们呢？因为他要我们做完做光，就是等下看到的异象十二那边，好不好？所以呢，大家在这一群人，不要看你最重要的是要敬畏神，最重要的是要欣赏上帝，最重要的就是要感恩，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要想到主为对我们的爱，对给我们的恩典，是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哈，所能想象的。好，那就我想我的手先放一下，因为我的手有一点酸感的，要不然我接下去。主，请您保护。OK， 那感谢主，那就主耶稣或者圣灵拿起来。好，接下来呢，就看到一个异象，异象里面有两排字，但是它就这个光这个白色的光就照着这个 apple 就是苹果 ，OK， 苹果。那苹果照着这个苹果之后，我真的看到这里苹果啦。这苹果是红色的苹果，很大力就在我眼前，很大力很大力在我面前 ，OK。我只看到它的，因为它是像倒转的，一粒苹果它是倒转 ，OK。它的底端在上面，它的surface它的面在下面 ，OK。所以只看到它的一半底端一半 ，OK。然后呢，它有已经被咬一口了。已经被咬一口了，里面是很漂亮了哈，已经被咬一口，这粒苹果红红，已经能够吃的苹果，很大力的苹果，它已经咬了一口了哈。之后呢，我就看到什么字是咬吃可以，什么咬吃可以，就是说这个苹果已经成熟了，这个苹果能够吃啦，就是说这个苹果是重用的哈，重用的。所以主耶稣讲说，主耶稣走过那个 fig tree 的一棵树，然后这棵树不结果子啊，不结果子，神就是主耶稣说这棵树是这样，诅咒他。那之后呢，他们回来的时候，这棵树就死掉了哈，没用的就把它烧掉了哈。所以呢，这粒苹果咬一下，我相信主耶稣阿巴父咬一下 ，OK。就觉得很好吃 ，OK， 可以啦 ，OK， 那就看到字了。其实我不明白，后来神的圣灵启示给我，我才知道，教导我才知道，是看到这个字，摇吃可以，摇，你摇下去，苹果是摇的，对不对？摇下去这个苹果是可以的。意思是讲我们这一群人 ，OK， 神说可以啦，能够吃啦，准备好了，成熟了，可以回家了，哦，可以回家了。要记得，我们是代表，我们这一群人是每天神在带领着我们。你可以看世界上有哪一群的人，有没有？你有没有遇到是每天圣灵、每一天主耶稣在带领的？
带领做的，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些事情这么长啊，丽丽这么长啊，你真的很啰嗦，不是我在啰嗦，好不好？你如果讲我啰嗦的话，你就是讲圣灵啰嗦，你是讲上帝啰嗦了哈，所以千万不要再讲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这一群人都很乖，大家都很乖，所以为什么神继续带领我们，每天给我们看到很多异象，继续怎样讲，准备我们，我们的分数就越来越多了 ，OK。接下来我是这样看到了瑶池，可以，我就看到了两个一起的连接，一边是黑色的就代表这个地球，给另外一边是亮的是代表天堂， OK。 那就看到有一个人这样啊，但是不是看到很近，他是会发亮的，身体会发亮呢，发出真光了哈。那是比较胖一点的，我知道不是主耶稣，但是怎样，很像阿巴父， OK。 他就很开心的拍手了，然后他整个人会跳了，开心，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大概他吃了这粒苹果，这粒苹果真的能够了啊，可以回家了，我的子女可以回家，所以非常非常开心，而且看着他的动作真的很开心了哈。所以我们真的要回家，我们已经成熟了，要回家了哈。OK， 接下来第十二那边啊，我就回去第十二了哈。就是这样，我看到一个意象，好像是写着38仙，另外一边写70哈。就是说，如果我们里面有100个人，好，那38仙就30个人 ，OK。里面写70，外面写70，大概是跟我们给我们一个概念了哈。就是38仙的人会做什么呢？后来出现一个字是什么？完。玩在整个画面的上面，很上那边 ，OK， 旁边有字啊，就是有一个字写着“王”，叫这个官照着这个字“王”。给我聪明智慧，就是说我们一群人 ，OK， 有38仙的人是做王的，王，你知道，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OK。以色列以前，以色列这个中东的地带有很多王，对不对？所以做完就是做最高的领袖，最高的领袖，好不好？大家继续努力。我今天就到到这边，但是后面还有意象，那我就明天再讲啊。OK， 大家就是之后的意象也是肯定说肯一样的，一样讲肯定，一直的肯定说我们要回家了。好，大家继续努力，要记得神我在我们当中选王。